用家里郎有机硅胶冰格自己做艺术冰块。这里是家里郎有机硅胶艺术冰格和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一杯果汁。硅胶冰格配合倒入不同颜色的果汁放入冰箱，可以很快做出冰块、布丁、果冻。在低温冰冻下，硅胶仍保持柔软，制作冰块容易剥落，不伤手，不用再为取不出冰块发愁了。家里郎有机硅胶冰格不仅把时尚情趣带进了生活，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艺术创造力。